谢谢，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两位，这精彩的表演。身体不能有任何的接触，因为这是一个全新项目，所以吉尼斯为他设定的最低标准是8秒，只要超过8秒即为挑战成功。挑战是否能够成功，我们拭目以待，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挑战者。 Good luck。What we are doing, it's thrust. Of course, it's thrust.